Hello，各位友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《穷通宝鉴》的第36讲“山村人水”讲到等于是这个12天干的最后两个字了啊，人水跟鬼水很快就要结束。那我们先看“山村人水”的原文，是生于春月，性烂涛盈，再逢水柱，必有崩堤之势。若加土盛，则无泛盏之忧，洗精生腐，不宜精盛。遇火既济，不要火多，建木而可施工，无土忍愁散漫。这个是山村人水的总论啊，总论就是说，春天的人水啊，性情呢就是比较啊，感觉是滔滔不绝的啊，是沉水泛滥的这种感觉。如果再逢到水柱，也就是说再看到比劫啊来帮身的话，必有崩堤之势。那这个水性太大的话呢，连堤岸都架不住它了，就要是吧？若加土盛，则无泛涨之忧啊。如果土非常坚固啊，非常强盛，那么就不怕它有洪涝灾害了。喜精生福，不宜精盛啊。就总体来讲呢，它也喜欢精来生福，但是又不喜欢进太多啊，或者太盛啊。盛就是强盛，是吧？遇火既济，不要火多啊！他又希望有火来形成水火既济之卦，但是呢，又不希望火太多啊。建木而可施工，无土忍愁散漫。见到木呢，他说可以施工啊，就是因为水来生木嘛，他就可以去有目的的啊，有的放矢了。所以见到木还是不错。无土忍愁散漫，如果没有土呢，他说这个就不太好了啊，就容易水那就是散漫无治了，所以还是喜欢有土来等于说治一下，制约一下自己啊，这是它的总体的一个喜忌的一个感觉啊，就是自然喜忌，春天的水容易沉水泛滥啊，是需要土来克制的。见到木呢，他说也是喜欢的啊，因为可以施工嘛，水来生木，也可以说这个堤岸上长了这种树木的话呢，可以巩固这个堤岸啊，也不怕这个水来崩堤了啊，或者冲垮这个堤岸了，是吧？也喜欢火，但是火不能太多啊，因为春天毕竟是木旺，如果火也这个比较多的话呢，就是木火太强了，那么这个水啊就反而就会失势了啊，金水就会比较弱，是吧？他也喜欢金来生水的，但是他又说金也不喜欢太多啊，这个是一个总论啊，人水的一个喜忌。啊，春天的人水是吧？那我们再来看，分别看正月、二月、三月啊，它是分别怎么样的一个说法？正月人水，汪洋之象，能并百川之流，然水性柔弱，宜用根茎之源，树不至汪洋无度，有根柄物，三者齐头，科甲功名，或根物长枝，柄作引枝者，亦有恩告，皆一根透。攻坚有之啊，这句话先读到这里啊。这句话的话呢，是讲隐月的壬水应该用根茎来发水源，因为隐月啊，毕竟还是水旺的，那个木旺的季节，木旺其实水就是休囚无力的，所以喜欢用根茎来发水源。但是呢，要有戊土来规范啊。他说这个为什么要用戊土来规范呢？否则的话呢，容易汪洋无度了啊！因为根茎一发水源之后，他说沉水容易泛滥。那有了戊土以后呢，他说可以来规范这个水，不至于无度。那么又要有丙火来造暖啊，最好呢就是根茎、丙火、戊土的三者齐头，这是科甲功名之象。但是如果根茎和戊土是藏在地支里头啊，没有透到天干，丙火是坐在寅木之上呢，他说也有恩告啊，也有等于是很好的这个皇家赏赐了，是吧？就算只有一个根茎透出来啊，就算只有一个根茎透出来，也是有共煎之职啊。那么这个是他讲正月壬水的时候的一个说法啊，但是这里头我括弧注意说，没有丙火而单用根茎的时候呢，是有枭神夺食的风险，要注意原局的组合。很简单，因为这从格局的角度来讲，壬水生在寅月，本身就是食神格，食神格用根茎的话，根茎是来发水源是没有错，但是根茎也是来克制这个食神的，根茎是本身壬水的枭神。
消神夺食是往往会有一些问题的，对吧？所以的话呢，这个也要看一个组合，比如说根茎不要直接坐在荧幕之上啊，或者呢是原局本来就是有丙火啊，也来克制这个根茎，它本来也是喜欢丙火嘛。如果丙坐寅支的话啊，那么当然就相对就比较好一些啊。所以这里头是要有一个结合格局一起来统论。然后说，凡人日无比肩阳刃者，不必用物，专用根茎，以丙为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壬水日主没有比肩和阳刃的，那么就水就不会这个冲天崩地了，所以就不必用戊土啊，专用根茎就行啊，专用根茎，但是要丙火为佐啊。但这里头我们还是说，也要注意这个原局的配置，对吧？你食神格局根茎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小心消神夺食的。好，那么或见比劫又有更新，此若即复旺，又宜自服，悟透可云克甲。刚才说如果没有比劫的话呢，阳刃这些都没有，那么不必用戊土。如果是见到比劫呢，又有更新进来发水源呢，这个时候水呢就是说本来是弱的，现在又变旺了因为春天本来是水休囚无力嘛，现在又有比劫又有更新进发水源，他说反而又变旺了，这时候需要自腐，要有戊土透出来，有了戊土可云科甲啊，就是等于是说有科甲功名了。戊土藏之怎么办呢？也是有秀才啊，也是有秀才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层次的。然必丙透不合为妙啊，这个就是说必须丙火啊不能这个透干被合掉啊，丙火如果透干被辛金合掉啊，因为能够合掉丙火的只有辛金嘛，是吧？被辛金合掉的话呢，这个就丙火跟辛金同时就大打折扣了，等于是他本来可以做的贡献的话大打折扣了，这样的话就不妙了啊。那么我这里头也括弧说，丙辛得分裂日主两边啊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直接合了啊，因为这个隔合嘛，隔合的话呢就不会那么的影响大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说，知见多物，又有甲出干，明一将当官，情邪自服，主光明磊落，民众百僚啊。说地支如果有很多戊土，但是又有甲木出干来自助这个戊土，那么这个就叫做一将当官了啊，是光明磊落名声响亮的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当然说甲木出干的话呢本身就是食神格了，对吧？戊土呢又是七煞，那么这个也容易形成食神之煞的这个局面。那食神之煞本来就是说名声这个在外的这种意象在里头，所以名声响亮啊，这个没有错。好，那么他说或自称火局，借不逢时，主名利皆虚，文章害属。如果地支成了火局啊，可惜的话火是不当令的啊，其实也不能说火不当令，说借不逢时是吧？这个也不能说借不逢时啊，其实应该是说惜不逢时，它是可惜的惜，这里头错别字比较多啊，因为这网上直接考下来的啊，网上的这个版本可能错别字比较多，这个叫惜不逢时啊，就是可惜并不是这个得到月令或者时上的旺点的话呢，他说这个名利皆虚啊，名利皆虚。但是文章亥属，文章亥属就表明说文笔非常好是吧啊，金石亥属的这个本事都是有的，但是呢这个名利呢并不是太实在啊，名利不是，因为财啊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主才能才干的，还有才能才干的这个东西，那么你不逢时啊，不逢时的话呢就觉得名利不是那么的实实在在啊，或者说实至名归啊，就没有这么好，就是说惜不逢时。好，用根者金土其金子，用丙者木其火子，用戊者火其土子，这个我们还是说不用解释了啊，前面讲了很多次。这个呢是正月壬水的一个主要的喜忌啊，正月壬水的主要的喜忌。那么先来看二月壬水，寒气初除，有病流之象，不用丙暖，专用戊土辛金。二月壬水先戊后辛，根茎次之。这里头讲壬水生在卯月，那就是三官格局，我们讲是吧，三官格局。他说呢这个有病流之象啊，就是寒气已除，也不用丙火来造暖了啊。那么因为卯月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已经生春了啊，
那么深春呢不像初春会有寒冷啊，那么春生之际的话呢就是温度已经比较适中了，他说不用米谷火来调候。那么专取戊土和辛金啊，辛金的话呢其实只要春天总体来讲水还是偏弱的啊，辛金也是可以发水源是吧，那么辛金还是个正印，戊土是七煞，那么戊土辛金连在一起的话呢是七煞和配正印啊，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好。那么二月壬水先戊后辛啊，先用戊土，他说后用辛金，根金次之啊，这个是他的从自然喜忌角度的优先级的考虑啊，其实并不见得你二月壬水都是要首先用戊土的啊，不见得，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用辛金就挺好，因为双官配印的格局嘛，也还是不错的。他说戊辛两透，雁塔题名，戊透辛长亦有恩告，也就是说山隐相生的格局来讲的话呢就比较不错啊，或戊辛不透有根出干者主父啊，如果没有辛金有根金怎么样，根金的是偏印是吧，稍微偏了一点，没有正印来的好啊，但是的话呢也还不错啊，它是主副的啊，因为三官格局是配正印也好配偏印也好，其实都是属于三官配印的一种啊，都还不错。好，后面说或自成火啊木局有根透者金榜题名，在水者一土之刃啊，其实应该说在支者，所以地支成了木局了啊，亥卯未三合局啊，有根金透出来，那么金榜题名，因为地支成了三合木局的话呢，本身是泄水的力量比较多，那么有根金透出来的话呢，根金就是发水源的力量也比较大，对吧？那么又能制住这个木局啊，他说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金榜题名，但是如果这个根金不在天干透出来，如果在地支呢，他说也有意图之刃啊，也有意图之刃，意图之刃就是有啊，就是非正常意义上讲的这种通过科举来取得官位的这种感觉啊，或木出火多名木盛火炎，需比肩阳刃尤以水透，富贵恩荣乏水者则脾啊，如果木头和火都非常多啊，这两个五行比较多，那就是木盛火炎了，这时候特别需要比肩阳刃啊，其实就是用水来灭火了，否则这个火太盛的话自己扛不住，就是身弱不担财了，所以要有硬笔帮身的意思。他说由于水透啊，特别喜欢水能够透出来啊，你如果在地支的话比肩帮身的话，它还没有水透出来的来得更好。他说富贵恩荣乏水者则脾，如果这个地支都成了火局了，你水都没有，就靠自己日主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话呢，反而是不好的命了啊。好，或比肩重重又需戊土，书曰土子流水福寿全，也就是如果比劫太多，那个时候就需要木土来治水了啊。那么土子流水，它是福寿全，那个水流如果太多的话呢，有戊土一来，它就是说福寿双全了。若戊土不见，名水犯木浮，一生辛苦，再行水运，落水身亡啊。也就是说，水本身就已经比较多了的话，你这个又没有戊土来治，他说这个就叫做水犯木浮，木浮就是水多木漂的意思，一生辛苦啊，辛苦操劳。再如果走到水运的话，他说落水身亡啊，这个水太旺了。那么或甲乙重重无比肩者，此一人度日全无作为，也就是说如果木太多啊，食伤过重啊，泄秀啊，泄气太过是吧，自己又没有比肩来帮身，他说这个就叫做一人度日全无作为啊，没什么作为了。若见庚辛饥寒可免啊，如果有庚辛金呢，一个是可以资助这个木，二来呢可以发水源，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饥寒交迫这个现状啊，但也没有说他好啊，这要看这个庚辛金到底有利无利了是吧。好，这是二月卯月的时候的啊，这个壬水的总体的喜忌啊。那我们再来看三月壬水啊，就是辰月壬水戊土四全，时有推山塞海之患，先用甲疏忌土次取根金，也就是说辰月的壬水是戊土来四全，戊土四全的水啊，土就比较重，他说一般来讲呢，首先用甲木来疏这个戊土，然后呢再用根金来发这个水源啊。如果根甲齐透的话呢，他就说是科甲之人了。
那么如果假透根长呢，假透根长修其品格，这个就是他首先还是想用甲木的啊，根金其次，那么根金成了地支的话呢也还不错的。那么甲长而有根，俊秀之才，就甲木藏在地支有根啊，这个甲长而有根的话呢，其实这个根呢、啊、我个人感觉是应该写根金的根，因为甲木长有根，可云俊秀，这个当然是指甲木投到天干上，而且地支常有甲木的根基，他说这个就叫可云俊秀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呢说是甲木藏在地支，但是呢有根金透出来啊，有根金透出来是俊秀之才。那这个到底就看这个根到底是阴错了啊，就是因为同音字结果导致的写错了字，还是说确实是说是甲木有长根，就是可云俊秀了啊，这个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啊，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。但我个人的话呢是比较喜欢呢、啊、就是说这根金透干的，因为辰月如果有戊土透出来的话呢是七煞，七煞的话呢还是以印绶来化煞生生的啊，以化煞来生生的，用食神制煞，当然如果真的这个食神就像他说的也有根啊，常有根气，那么当然食神也有力，那么食神制煞还是不错的啊。有鬼之甲必主干辰，那么有鬼水来资助这个甲木啊，也是非常不错的啊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那么独甲藏之必富，如果只有啊独甲来藏在地支里头，比如说就是一个乙木是吧，那你辰月这个地支有乙木，它一定富吗啊，这个还是不一定。但是呢他说独甲藏之必富，还是有这个好的一个象在里边。独根在柱藏人，如果只有根在柱啊，没有甲木啊，连藏之都没有的话呢，他说藏人。无甲刚爆之徒，伐根鱼丸之辈，所以还是甲木跟根金他两个都喜欢的。他说如果没有甲木呢就是一个刚爆之徒了啊，但如果没有根金呢又是鱼丸之辈，所以呢这好像是不可或缺，两个都得在是吧，就是反正说两个都偷到天干的时候他觉得更好了啊，克甲定然了，反正有藏的呢也还行啊，至少还有啊，什么都没有或者缺的话呢他就会有一些啊不利的这个象在里边。好，他说或食干透丁者，此为化合助火而不助水，见丁位一里，食干透出丁火是吧，就丁人相合嘛，那丁人相合丁人合化木，这个能够化合成功吗？我们一般认为生在辰月的话，虽然也是木的季节是吧，寅卯辰也是木的季节，但是毕竟是木土司令，并不能说这个就是木就得令了啊，并不能说木就得令了，所以这个能够化合成吗？其实不一定的啊，哪怕就是说因为石柱的话说丁位一里啊，就是这个都是助火而不助水啊，助火而不助水，那个确实不助水这是肯定的，因为丁人相合，丁人有合化木的这个象啊，这个意象也是来泄水的，而且这个人水又被丁火一合呢，就好像也等于是跟着跑掉了，这个水的力量就更小了啊。那么火的话呢，反而一个是丁火自己有根，第二个的话呢如果合化成木的话，木也能够去生这个火，至少从意象上来讲都是往助火的这个啊势力的去讲的，而不会去助水。或自成四库伐甲者，名杀众生轻，终身有损。地支如果是四个库啊，辰戌丑未是吧，那么甲木又缺少，没有人来去疏土，他说这就叫杀众而生轻啊，肯定是有损害的。凡水旺多见根金者，乃无用之人，需秉治方妙啊。如果水太多又有根金来发水源，那这个就是无用之人了啊，因为这个水过旺喜欢有治啊，那根金的话呢如果这个做了不好的这个等于说事情的话呢，需要丙火来克制这个星啊，根金才好。他说没有丙火来治这个根金呢就不妙了啊，这个是
辰月啊，就是三月这个壬水的一个自然的袭击啊，还是其实就是壬水呢，就注重几点。第一呢，就是说壬水本身就是一个阳水，它喜欢奔腾啊，本身就有奔腾之象，是吧？所以它在天干地支见到比肩呐、阳刃啊这些东西的话呢，就会水势太浩荡，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用戊土去治。但是又反过来说，戊土太盛，比如说辰月的戊土司令又透戊土，这种天干在这个天干啊或者地支啊都有这个戊土来止水的话，止得太过呢，他又喜欢甲木来克制这个戊土，是吧？所以这里头呢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变通啊。当然说，你如果甲木没有，那我用庚金来化煞生身，这都是可以的啊。这个，但是如果水又多又有庚金啊，那这个又要丙火来去克制这个庚金。啊，这就等于是说要灵活变通的去看，但总体来讲，就是壬水注意这个特性，它是阳水，它是有奔腾的这个就是内涵在里边的啊。虽然在春天木旺的季节，本身水不是很旺，但是也要注意，它一旦地支天干，再加上庚辛金来帮助，等等，它很容易就从弱变到旺啊。那一定要用戊土来做堤坝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是先读到这里吧。我们下次再来读山下的壬水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